第三十七题，三七三八是题主，阅读下列叙述后回答三七三十八题。嘉义两圆柱形容器底部相通，底面积分别为五平方公分、五十平方公分，内装密度为每立方公分0.8克的油，上端均与活塞封闭，活塞可自由上下移动，且活塞与容器内壁的摩擦力极小，可以忽略不计，达成平衡时如右图所示。三十题是问。此时两边容器底部所受油压比为何？我们在教帕斯卡原理的时候提过，我们的液体没有办法被压缩，它的力量可以传递出去，所以各地方所受压力大小是一样的。所以这一题问我们说底部所受油压比为何，那油压应该是一样的，也就是1:1。所以第三题题问我们说，此时两边容器底部所受油压比为何？我们答案选择是 A 1:1。